来，我们来做一些题目。14.8 公克的氢氧化钙配成10公升溶液球墨，这叫做代公式球，代公式球浓度。好，我要用公式，我讲过重点是要求墨尔嘛。啊，题目给我什么？题目给我质量嘛。那请问你质量怎么求墨尔啊？还记得质量怎么求墨尔吗？质量要除以原质量或分质量。那你会算分子量吗？钙有原子量40，氢跟氧是我要你背的，还记得吗？所以就算一算，答案叫做74。然后呢，尤其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，就能够算出摩尔啦，啊，0.2摩尔，那就应有尽有啦，体积公升有啦，摩尔也有啦，那就很简单，带到公式里去啊，彪彪彪彪彪。答案就会出来了，0.02大 M， 答案就出来了，很简单吧？就代公式求浓度，很简单。重点怎么去算摩尔？对的。好，停车站借问，请问你用硫酸49公克蒸馏水配成500毫升，请问你摩尔浓度有多少？来。我们找三位帅哥美女，一个叫4号，一个叫28号，一个叫做26号。帅哥美女，上来算给我看。来，快点！啊，终于不是上来就跟我写我不会了，不会了，请你稍微安慰一点。我们有这名义的教学要成功。不要再质疑自己。好，你最好要写单位。那个帅哥陈，你最好写单位。不过没关系，这小事情。你们最后都没有，你们的最后都没有写单位，这不是一件好事。不过还好，小问题了，小问题，很好。除了那个写我不会的可怜人儿之外，来，说过了要先求墨尔。怎么求墨尔？质量怎么求墨尔？除原子量或分子量，所以你要求分子量。硫酸你应该会背了啦，因为写了很多遍了，90分。然后呢，去除原子分子量，质量除原分子量，求墨尔，你算出来叫做0.5墨尔，很好，应有尽有，体积也有，墨尔也有，那就会求代公式就可以求浓度。唯一要注意的是，他给了什么？500。毫升要换成什么？公升，所以呢要除1000，就很简单，上就一大 M 就解决掉了。例题练习0分 ，OK， 甲乙丁一样带公式，只是他现在换成给这么多个氯化氢。停车站借问，他应该是我追嘞。这个人叫做14号，这个人叫做12号，这个人叫做27号。帅哥美女，上来。在，坐，快。把那个原来答案擦掉。还有一个谁？哎，跟刚才一样，我讲过了，重点是要回求墨尔。刚才已经复习过了，墨尔怎么算？一个是有多少个求墨尔？一个是有多少公克求墨尔，这样就可以算出来哩。你为什么需要写分子量？你要写没问题啊，我只是觉得秋你要写分子量。这题有给质量吗？没有。没有给质量，你求分子量干嘛？心情爽。当当当当当，哇，除法不会哦。
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是被鱼哦。该说吗？讨厌哎。好，回家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的林平儿哪来的？你的林平儿哪来的？我自己好不好？来，回去。你自己损伤神功。另外的姐，我不会吗？另外的姐是谁？你给我写我不会吗？还给我对。哎，这个人，你的这个人有写计算式，你的零点二哪来的？乱抄乱猜的啊，然后就猜错了，然后就猜错了。要求末，现在是给几个？几个怎么求末？除以六乘以十二。二三十八，所以来进去算出来二，你的零点二怎么来的？你告诉我啊，你的零点二哪来的？很神奇的来法。那你那个零点二错后面就错了，然后呢，带进去就好了。那记一下五百毫升换公升嘛，就这样子啊，答案就这样啊。是答案，就算出来了。这个都是最简单的代公式求浓度，说过了，重点在怎么算摩尔，就是这一次段考范围，我们教了两个方法算摩尔，哪两个？质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，这个最爱考。第二个，多少个除以六乘以十的二十三次方？会，放进去，答案就出来了，超级世界恐怖简单，不是吗 ？OK。